翻箱倒柜呀，开始做面包。弟弟拿几个？几个好？准备在家自己尝试做肉松面包，跟我妈两个人捣鼓捣鼓，看看能不能成功。250克面粉，白糖30克，加上牛奶，除了黄油以外都放进去，140克，搅拌均匀，揉出你个手套模儿。加上黄油继续揉，还累嘞，出汗了。醒发2杯的，哎呀，醒嘞真好，不错不错，摊成跟盘子一样大。抹上蛋液，撒小葱。在中间，刮中间这边。嗯，熟没熟？熟了我怎么？应该熟了。哎呀！肉松面包变成开口面包，给尝尝你做的大面包，哎呦，和没的一个味儿，就是没有腌制，那弄的太厚了，它抹，它得厚点，嗯，切发了它，挺好，和没的一个味儿，你尝。我最爱的肉松面包，好香啊，和梅子吃一样好味儿吃，哈。就是我们摊的饼太厚了，薄点好了。不至于。放的就是沙拉酱，味道还挺好的嘞，下次做就有经验了。这我是跟我妈都是第一次做，太好玩了。吃完面包吃西瓜，他俩逛街去了。